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，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。中国永远不称霸、不扩张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。我们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受损，绝不会允许任何人、 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，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，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。